本人呢？啊，天哪！柯林，我这款代志啦。想要告诫艾伦，本代志这么有好路，柯林找替身来改造天心，翕这挂相片。我若不是事先知影，恐惊连我也误会，这是真正天心。 天心无可能做这款代志啊！这一定是误会，一定是误会。你可冷静，我让你处理好势。恁是安怎处理啦？有甲记者讲这是误会无？当然有啊！我用车报社去编辑，想要公布天心的新闻。也毋过，大家拢知影，即摆记者一看到丑闻，就会加信嘛。咱是毋是会当爱着？ 还讲知影咧，所以出来几工，你想要发布进程，爱想好对一个公关，才等应付记者对问。那恁天心人呢？敢有找着伊啊？天心无伫厝啊，阮就四界找无天心，毋才会赶紧挂断来啊。阮对下晡4点外就敲电话给伊，伊拢无接电话啊。伊到底走去倒去？叫我靠伊，紧来。 大家拢伫咧哦，毋是，林小姐，天心啊，啊你走去倒位啦？我去甲秋香讲合约啊。你去讲合约，敢有需要讲到饭店的面床顶去？陈伟明，你是咧黑白讲啥物啊？政府的讲话，迄边有记者翕到你甲秋香开房间的相片。 去这个门牙讲行用，啊，不过这相片内底人绝对无看到是我啊！天心，啊，你甲迄头家咧讲合约，应该早就讲完啊，是安怎你甲即摆才转来？我本来是要签合约的，啊，不过后来我昏去，我精神的时阵，我就倒伫咧饭店的眠床顶啊。你昏去，精神就倒伫咧饭店眠床顶。 刚刚是迄个连老板伊，啊，毋是，连老板伊人足好诶，伊嘛无对我安怎，是我因为，是我因为昨暝无睏好失眠，所以才会雄雄昏去诶。啊，连老板嘛是因为安尼，才开一间房间互我休困。啊，毋过伊无对我安怎，我精神诶时阵，我衫拢穿好好，我确定阮真正无发生任何代志啊。 对了，连老板跟我老姐丢你电话。爸，阿妈，我跟连老板真正是清白的，我无需要去做这种代志来跟伊签约啊。我不是这种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真正不是这种人啊。天心，咱是一家人，阮当然信任你。也不过讲老实话，你都已经是成年人啊，你想要跟任何查甫人做伙过暝？ 我想，阮嘛应该拢无权利当讲啥，对无？问题是即马记者拢知影即挂代志，甚至佫有迄挂相片呢。就算讲阮想要替你红磡，想要替你讲话，记者嘛无可能照阮所讲的去写嘛。无毋对啦，若是无相片、无证据，记者安怎写，咱还佫有话通讲。也毋过，即马连相片拢有啊，大家一定会相信记者写的是真的。你安尼做。 会对咱公司的名声造成足大的伤害，你敢知？你敢当想着公司的名声受到伤害？啊，你敢想着我？我的名声嘛被捧破坏去啊！你敢想着我的感受？啊，你我以后是要安怎做人啊？好了，天心，你较冷静，你的个性啊，我想了解，我当然相信你袂做这种代志啊。对啊，天心小姐无需要安尼做，连老板已经答应要签约。 你那就安尼委屈家己啊！这一定是有人要陷害天心，损害长人集团的名声，毋知有啥物目的。天心啊，妈妈绝对相信你。
你想要着急哈，但是都已经发生，咱一定要想点办法来解决。因为这边你绝对不应该自己去面对。阿妈，还有恁爸爸，还有伟明，还有细米，甚至文娟阿姨，嘛拢替你徛伫你家啊。是讲真正足奇怪呢，到底是谁会去做这款代志啊？天星，你敢真正无去予迄头家去占着便宜？细米呀，啊你是乌白讲啥啦？阿妈，我哦是听着高长讲的啊，咱即马就是要有一套应付记者的讲法嘛。我即马是咧沙盘演练，我相信我讲的话，我问的问题，记者拢会问啊。假使讲天星若是伊相片唔讲，等到会有人更加怀疑嘛。四妹讲了无唔对啦，记者问的问题一定会更加尖锐、更加辛辣。四妹是替天星伫做好心理准备，天星若是无做唔对代志，根本就不算遐尼大的反应。我遐尼大的反应？我好人玩，我好人更加这么歹听，你搁讲我遐尼大的反应？我嘛感觉足奇怪呢，小奶奶，你声声句句讲要替天星小姐抱不平，啊，不过你讲的话，颠倒拢会伤害天星小姐，安尼很怀疑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原因？文娟阿姨，这件代志你敢那无应该插手吼？来，我来问，用的呗。天星放翕到遐相片的时阵，有一个人无来参加公司的主管会议，这人就是你。你其他无来参加，你当阵你对？你安尼问是啥物意思？真简单，我怀疑天星放创工的。伊这间厝内底，除了你以外，每一个人拢是天星的亲人，所以你嫌疑上大。感谢你。那认真讲起来，文娟阿姨才算是外人哦。要唔过，我看文娟阿姨这么紧张天心，那是唔知的人，看起来认为是我囝。小奶奶，我哪有遐尼好命？我哪会当有天心小姐这么乖的查某囝？我做面盲拢会笑。你嘛是要转移话题？你要不要搞得清楚你的行踪？高调啊！你是气到糊涂起来哦。四妹是因为身体不爽快，所以才会请假。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你是安怎搁要怀疑啊？是啊，我是因为感冒发烧，感觉头晕晕、脑顿顿，我才会请假回来休困的。我自下晡就一直坐在家，阿妈跟文娟阿姨嘛拢有看到啊。你认为我已经感冒到安尼啊？感觉有啥物困难去做过？小奶奶，你讲你头晕晕、脑顿顿，奇怪呢？啊，你多加咧批评天星小姐的时阵哦，讲话阁真有困难，无参像一个感冒发烧的人。你即马是认为我假破病咧骗人是？你是毋是假破病？张小姐是看好，会检查一下就知影。问题是，你敢无？安怎？唔敢是毋是？好啊，那高调，你是安怎要逼四妹啊？我哪有逼伊？我只是看伊是毋是做啥心虚。想做啥心虚？好啊，我就请文娟阿姨替我检查看卖，看我是毋是真正破病，安尼用的无？啊，你若是唔相信？我这有下晡去看医生，有到尾耳温枪，你会当看我流出来的温度，就知影我到底是不是在骗人。你看，我讲在骗人。我这无遐尼卑鄙。因为跟天星的竞争，就用这款少年的步骤来陷害伊。师妹，你别再生气啊！就算你无破病，也无代表这个代志跟你无关系。有钱使过的无，你会当家己啊，
先走回来家里，然后就派人处理也是同样。你真的很奇怪的，明明压台一个人是天心，你想要怪四妹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而且天心都已经被人拍到相片了，你无证无据，凭什么认为就是四妹陷害天心呢？我就是不相信你。好啊啦，你都别再说了。好啊啦，你大家别互相这样怪来怪去，我相信这件事情绝对有人针对天心一创空的啦。也是说你若无证无据，也不用凊彩冤枉别人啦。啊，我收到了啦，确实有一个人真的很可疑的。是谁？就是你妈妈。不可能啦，已经无住伫咧这间厝啊，这件代志绝对跟伊无关系。敢真正是安尼？我会安尼讲，唔是要诬赖好伊。本来有一件代志，我原本无想要讲的，也毋过即摆代志到这个地步啊，我无讲袂用的。昨暗我要出门的时阵，你妈妈雄雄走出来找我的车，佮我讲分去，带去一间足偏僻的破厝，伊佮要伫我面甲我刺青呢。啊，好佳哉！伫上紧急的时阵，有人来救我，我才无受着你妈妈的毒手。啊，若无恁看，恁看，我的感冒嘛是因为安尼啊。你想看卖啦，你妈妈连这么恶毒的代志拢做会出来啊！伊这么怨恨天心，伊当然有可能陷害伊啊。所以这件代志绝对是伊创空的。这猎人的个性遐尔偏激，把咱赶出去了后，一定走投无路。一定抓狂了嘛！啊，伊若是讲要报复天星啊，西米，这么是有可能啊。也毋过，我是毋相信阮妈会安尼做啊。歹势啊，我的身体真正足无爽快，我先在房间休困啊。四妹，我陪你去啦。唔免啦，你若是留来替天星想看卖，明仔载要怎应付伊个记者较重要。家里耶，好佳哉有你提花油啊！我引起药物热，有发烧的现象，这咱三个人的猜疑。别跟我说多谢啊，是朋友哦，都别跟我客气。你替我找住的所在，搁找我找头路，这哦，只不过是小小的报答尔。对你来讲是小可代志，也毋过对我来讲是救命的承担呢。你已经救我两遍啊，多谢你。哎呀，别跟我讲多谢啊，朋友相挺本来就是应该啊。伊哦，你有啥物代志，只好你来找我。我若做会到，我一定做甲到。你是咧甲相公电话？那袂较早休困，搁咧开讲。你入来创啥？我唔上锁门，你想哪入来？小奶奶，是头家妈哦，叫我送些维他命 C 热饮来给你啉的。我拄则有弄门啊，啊，不过你拢无出声。我惊你烧过头昏去，才会赶紧提锁匙。你有别讲，我根本就无听到啥物弄门的声音。迄无重要，重要的是小奶奶，你较早休困，卖阁讲电话啊。小奶奶，叹小林。唔知有听到偌济？即摆李天星一定捡伊个报告消息，我甲几个人准备抓讲，根本就无时间，嘛无迄心情应付一次创品牌的代志。等到是我这边，伊应该靠总的签好合约，因公司的生长激素应该真紧就当完成研发，就干那差一步。我的贝拉美人就应该重生啊！我的付出总算是有代价啊！你讲啥？新药还无法度通过检验？之前你嘛有讲过，这新药要通过检验绝对无问题。
只要一上市，我就在业界投下一颗震撼弹，创造无限商机。现在你竟然跟我说这新药没法通过，你敢想这样做会影响到我们的资金调度困难，甚至会影响到生长激素延缓的进度。我也知道有可能会影响到生长激素延缓的进度，我也没想要这样啊。要不像这新药里面有一个新药现在引起争议，所以没法通过检验，可以把这个身份换作另外一种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钱我现在已经赚下去了，我没想说等你药上市之后，我就赚够很多钱来延缓我们的生长激素。现在你跟我说要换身份，难道我是该赚够多钱下去了？我现在已经没10万了，钱呢？我在哪里？再说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跟长仁集团有签约了，如果我们下去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合作案，你是说我要怎么跟刘总监交代啊？对了，少强，既然长仁集团要跟我合作，不然这样啦，给他们入股，给他们投资我们的新药，这样我们资金就没问题了。不行，我绝对不可能这样做。你是怕刘总监会不答应，要不然我看他就只是想要跟我合作呢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不能去找刘总监。我看得出来，他的长仁集团承受很大的压力，陈伟明并不信任你。总共我们的新药我都成功，因为我都赚够我多钱，我都替长仁集团建构，但是总共就失败了，他就要承受更大压力，那你的处境就更辛苦。要不过我看得出来，刘总监也对我们的生长激素有兴趣，连现在我们研发的新药也一样，这新药只要换另外一个身份就没问题啊，所以我相信他这样做应该会过关吧。你别再说了，我知道贝拉美人是刘总监的自创品牌，贝拉美人对他来说是比他自己的性命更重要，他这么信任我，我绝对不能看见你好受到任何的伤害。少强，好啊，别再说了，我已经决定好了，资金问题我会自己好好处理，你只要想办法让药我都通过检验就好了，我绝对无可能去找刘总监。想不到你竟然这么为我设想，甚至还想要保护我。刘总监，你什么时候来？我刚才才到的。你来外口讲好啊。你的伤呢？伤较好吧？你刚回去了，陈伟明刚回来了。伊袂对安怎的啦？你是安怎啊？那安尼聊紧紧看。你可是别人的太太，我明明因为我自己的感情，所害你爱承受这些痛苦。我看咱上好还是别接近好啊。你讲的敢是真实的？你敢是真心介意我？当然。我讲的全部都是真心话，感谢我手术。其实我对你，你对我怎啊？我嘛唔知啊，我的心内足乱的。
你嘛看会出来，我甲陈伟明早就无感情啊。也毋过伫还未替英慈报仇之前，我袂应该甲伊离婚，我袂应该离开陈家。所以你的决定是？我通真肯定甲你讲，我对陈伟明根本就拢无爱情啊，敢若怨恨。也毋过，若是对你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做才好。为什么你要甲英慈洗手革命？为什么你要来了乱我的心？刘师妹，我所受的痛苦，敢拢是陈伟明一个人做的？你著一点仔责任拢无？你哪会当甲你家己讲到这样无辜？为首是你的所作所为，拢是恐怖的。你真正是一个自私又搁恐怖的查某。你是安怎安尼看我？你讲了乱了，我甘愿当个当作是，你为我当心，你喜欢我。总共那些，我真正唔知道应该要感觉欢喜，还是感觉悲哀。我根本就唔知影讲，你是唔真正喜欢我，还是因为外面搁对因起生就同款，所以你唔才对我有感情。我是你。你出现的时阵，确实是因为你甲英慈生疏共鸣，所以我才对你有感觉。因为你的出现，让我想起过去我甲英慈做伙时阵的感觉。也毋过，甲你相处一段时间了后，我发现你甲英慈根本就是个性完全无共款的两个人。而且，你阁这么关心我。请你保护我。所以你现在确定你爱的人是我许少强，不是杜英杰？感谢你愿意提出勇气，提出勇气来爱我，也感谢你让我有机会替我自己报仇。我也要感谢你，在我生命中这个时阵出现，给我温暖的生命，也让我对未来还够有望。那你答应我，放弃报仇。放弃陈伟明，离开陈家好不好？不应该，我对不起英慈，我一定要替英慈报仇。我两件事情遐尼多啊，所以我绝对袂当放弃。我想要趁这边跟你合作开发新产品的时阵，为陈伟明遐欧一大笔钱，然后你就跟我走。过去，我伫感情上捌伤害过人，也毋过到最后，伤害上严重的却是我家己。所以我真正足希望这边，我甲你会当有好的结果。我会付出我的真心，付出我的全部。我希望你会当付出你的真心来回报我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做最的残秋了所讲的，付出我的真心，好好听当你，绝对袂辜负你的心愿。刘师妹，你别讲话这么好听，你不过是发现讲
我会当给你的利益是比陈伟明更加大，所以你想要给他的边啊，我过来我的身躯。什么真心真意，那拢是假。你根本就跟我所想的同款，自私自利，无情无义。自头到尾，你拢是一个爱家己的查某。我真正忍袂住，想要替陈伟明迄个叛徒，感觉可怜。对啦，其实我拄只听到你甲考博士咧讲话，是不是信用出啥问题啊？无啦，这代志我已经好好处理，你别烦恼，我袂去影响到你啊。噶即摆你阁想要骗我？既然咱即摆两个决心要做伙，就应该互相斗相共啊。是不是资金有啥问题？我会当甲你斗相共。免啦，我甲去找银行贷款就好啊。贷款？银行要招你，早就招你啊！我知影，开发信用是烧钱的代志，一天可能拢是爱上千万的开销啊，对不？上千万，是爱几啊千万。对银行来讲，阮公司那亲像钱坑同款，钱弹入去的，根本无可能水吐出来。今摆已经无银行愿意参我。啊！不过我知影，不管怎，我一定要完成这个计划，因为这个计划我都替我替公司带来上大利啊。那是安尼，咱搁较袂当放弃啊！你放心，我绝对袂放弃啊！是咪？我心内足清楚啊，这个计划唔但是对我，也搁对你是非常的重要。对我来讲无重要，但过对你的贝拉美人，最后都让你的贝拉美人重新回去市场，这敢不是你愿望的？不是，我接这电话。喂。原本我想讲，甲天星创康会当拖慢伊的进度，安尼我就当挂过伊。谁知即马煞发生变卦。万一阿妈若是出手，甲天星斗三工，互伊度过这边的难关，那恁我静静的心血，唔就白了工啊！我绝对袂当互伊机会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感情这个问题。我知影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安内电话讲煞，面色变啊这哩歹看。我拢卡来啊！我唔知为倒位去听着讲，阮新药检验无过，所以决定要抽阮囡啊。那你即摆是要安怎啊？你放心啊，这代志我会好好处理。我阁有真重要代志要联络，我无送你啊，咱电话联络啊。少强讲的是真实，即爿新药就市一定有真大利益。这是天公伯给我的机会，我一定要了安，绝对袂当在这个时阵失败。只要科博士的新药会用过关，生长激素就当继续开发完成啊。那呢，我的贝拉美人就当顺利就市。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钱啊！伟明关系个伊的存款和房地契拢放伫这保险箱内面，直接甲讲一定袂答应。玉弟，我着先做只讲，到时阵伊嘛无我还。也毋过，这保险箱的密码是偌济？闺蜜的生日、身份证的号码、甲电话号码拢唔是，还佫有甚物数字是伊上要紧的？有啊，
天是我的生日。伟明，伊也是想要见我的。在家里办公室找了魏明办公室要创，我来这当然是找魏明啊。有一挂要做雇佣的文件，有一挂创哦，所以我来提来修改啊。啊，魏明无在，我就自己找啊，敢袂用？上好是安尼，你无经过魏明同意，就走来伊办公室，谁知影你是不是要偷听物件？你要创啥？无创啥，看下尔。我唔对，我们的办公室是我替装潢的，保险箱放对，我清清楚楚。我带几百寻，我咧处理保险箱边啊，你做啥是做啥？伟明跟我是阿爸呢，而且伟明这么爱我，我要提什么亏水就有啊，我那就要用淘汰。高长。你伫等家，干嘛呢？偷来暗去，甚至搁把基金会当作是你私人的提款机，你才是哦，卖做菜花两菜啦。哦，大概是我误会你啊，嗯。这样就好了。等你。你别吵架！你比较爱看哪个包包？听我的说，阿婆是魏明的高长，伫公司是公司的总经理。你去寻我，俺就不会当搞你哦。对对对。好佳哉，无去有李明又发现。债券、现金票会用直接当作现金使用，要不过这挂房地产是爱找银行还是金身抵押才会用换现金。喂，艾伦，什么代志？西米，杜江龙去我的堂口，搁要抓隔壁天线燕军，我咧想，代志应该是别空啊。啥？你哪知啊？我唔知影，我无咧现场。啊，不过即摆赶紧，让燕军坐趟下出去。啊，不过即摆临时要找船，需要搁较侪资金。我希望你会当跟我斗参加。无问题，咱得要头见面。
不准出去啊！我是谁你啦？歹势啦，我总是来较细腻的，啊，若无出代志就惨啊！不要紧啊，燕君。我时间真紧急，昨我已经准备好要燕君姐踏出去，俺哥本来当台阶二十万就好啊，今麦煞需要三十万，你时间才有够。有啦，来，这是五十万，三十万是坐汤的钱，二十万是生活费，若是无够，我再搁想办法。继续看，别叫我坏。燕君。你今才就按你所讲的，真阿三哩，你这个朋友我搞定啊。找天心的麻烦，我跟苏队啊，七七九九，你一定暗中的参详，别让陷害天心掉啊！如果是因为天心，真正足好笑的呢，不是所有的人拢亲像你啦，规工对天心的玲珑色，你搁笑会出来？你紧解释！啊，好啦，拜托你，你若是想要看图说故事，麻烦你先找出证据来，好不好？
我甲这查某咧讲话，恁就认为我是咧甲伊参详，要安怎陷害天心？哦，那你今日我甲真侪人讲过话呢。啊，有啥物便利商店的店员啊，公司的员工，摒扫的阿桑，甚至是恁啊，我今日私底下见过面、讲过话的人，算算的无十个毛八的。啊，你是安那唔怀疑讲我伫便利商店甲人参详，要安怎陷害天心？还是讲？我想要买个这个码头，甲恁做伙计划要安怎害天心？你莫伫遐硬哦！你看天心的感情遐尼不满，你就是存心要害伊，才会甲这个查某暗中计划。我甲天心袂合，敢就表示我一定害天心？我无恁这么硬啦！天心有阿妈咧做野靠山，伊看袂起我的贝拉美人，佮把我的贝拉美人当作是笨手，我唔是信任。我当然甲伊起冲突啊！也毋过，你想怎毋想看卖？我的卡天星是因为家己伫外口甲人结冤仇，所以有人想要假戏，顺煞替我出一口怨气啊！所以拜托你，要甲所有代志塞到我的头壳顶静静哦，先找到证据再讲好无？既然你不承认，迄查某甲你是共党诶，啊，伊走你才要怎啊？最近夏丽玲规工咧四界乌白咧乱，你袂惊我会惊啊？所以我拜托朋友跟踪伊的车，有消息讲伊的车正常来过家，所以我想讲来等伊，若是有发现伊，就通报警抓伊。你莫阁辩解啦，那就真麻烦，你直接报警就好啊。啊，那是消息有错哦嘞，我无亲像有人看到乌影就开枪。啊，那是我是安怎啊这么神秘，当然是惊有人来迫害啊，毕竟。文娟阿姨，我是唔知你安怎想啦，也毋过高中甲夏丽玲的关系这么特别，高中会替夏丽玲暗看，这嘛不是无可能啊，敢不是？你真搞哦！来多爱两个查某人是怎？因为完全无信夏丽玲。伊两个是这段时间帮助过夏丽玲的人，我是真无简单，才让伊相信我是夏丽玲的朋友。我才要问到重点的时阵，恁就来啊！害我去人发现我是咧骗伊，伊唔才会伤害我。这下好啊，天心的冤枉永远都无得洗清啊！安尼恁有欢喜啊无？我真正唔知恁是咧帮助天心，还是咧害伊？安怎？啊恁心软啊未？我当去骗伊啊无？你先抹一下药啊，安那无？感染就无好啊！你若是要紧我的死哇，就第一时间送我去陪伊，袂搞我当作犯人共款，靠来才心闷。